跟着咪酱一块出发去喽！前镇渔港位于高雄市前镇区，是高雄市最大的渔港，也是台湾重要的远洋渔业中心。目前前镇渔港内的渔船数量和渔船吨位都是台湾第一名哦，在国际远洋渔业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前镇渔港既然被大家公认为是全台湾最重要的远洋渔业中心，到底有多重要呢？你讲就来到高雄区渔会请教一下咯。现在在咪讲身边的是高雄区渔会的吴总干事，总干事你好。你好，总干事可以请教一下，就是前镇渔港目前在台湾的渔业所扮演的地位是什么？高雄市是工商与三元性的港湾大都市，其中渔业包括有远洋、近海，还有沿岸养殖等四大类。高雄拥有300,000以上的渔业从业人员，渔船有3000余艘，主要的作业区在台湾的沿岸、近海，还有世界的三大洋。渔船总吨数约57万余吨，渔产量约70万公吨，是占台湾地区远洋渔业生产量约2%。那像在前镇渔港这边呢，通常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渔获呢？台湾那个高前镇鱼市场主要的大宗渔获有尾鱼、鱿鱼、秋刀鱼。每年的5月到7月份的鱿鱼都是来自于西南大西洋，那10月到12月是来自于西北太平洋北海道的秋刀鱼。总干事，其实我知道在前镇渔港这边啊，主要的鱼种最有名就是有尾鱼啊、鱿鱼还有秋刀鱼这几个鱼种嘛。那我想知道说，这些鱼种你们有没有再继续做一些，比如说鱼种的一些价值跟产品的开发？那我们高雄市的远洋渔业渔获都以尾鱼、鱿鱼、秋刀鱼为大宗，号称高雄海洋三宝。我们为了能促销渔获，提升产品附加价值，创造利润，本会研发委托制造的茄子秋刀鱼，自上市以来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今年的销售量估计可达20万罐，营业额可创800万，本项产品也入选为2010年的高雄伴手礼。想了解前镇渔港，可不能错过凌晨的拍卖市场。每次拍卖啊，市场内总是人山人海哦。哇，现在的时间呢是凌晨4点多，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已经满满都是人了。听说呢，这边的拍卖时间非常的短，只有半个小时而已。所以喽，事不宜迟，现在马上跟着咪酱的脚步，一块来体验看看前镇渔港的渔获拍卖情形吧。走喽。前镇区渔会旁的渔获拍卖市场内，各式各样的渔获应有尽有，渔贩及民众都可以到现场挑选。时间从凌晨3点到早上7点，是高雄的渔获拍卖重镇。哇，
街鼓掌，我觉得这边真的好热闹哦。哎，对对对，在马鱼的人潮很多。哎，对。对啊，那这边的鱼货都是从哪里来的？哎，其实我们这个区域叫做鱼货展售区啦，哈。嗯。那我们这边主要是提供给贸易商、进口商啊，一些近海的承销人的代卖人啊，或是一些中盘商，他们自己来贩卖这些鱼货。嗯。啊，在这边买鱼的话，它可以不限制。游客啦，或是家庭主妇啦，或是一般的承销人啊、小贩啊，你需要什么的话，真的是前镇这边各式各样的货源都非常的充足，而且是最新鲜的。对对对，因为这边卖的话，它大部分都是以他们的批发价来卖，嗯，所以这边每逢那个周休的时候啊，他进来的游客跟家庭主妇非常的多，因为他们现在高雄市的市民都知道。这边可以买到最新鲜又最便宜的鱼货。那还有等一下哦，我们五点半我们那个大鱼区啊，那边有那个我们的拍卖啊，大鱼的拍卖，我们这边是五点半正式拍卖。前镇渔港大鱼的拍卖，如旗鱼、尾鱼等，是以跳手喊价的方式拍卖，大家都绷紧神经，生怕错失取得好价格的机会。我怎么觉得啊，好像都是拍卖官一直在喊数字啊，然后这些拍卖的他们都怎么都没有表情的感觉、啊。即使啦哦，一般来讲啊，他们拍卖员他在拍卖的时候，他会自己签出一个价格，嗯啊，比如说举例来说，他拍卖我出价100块，然后没有人都没有反应的话，他就会拍卖会自动把这个价格一直在往下掉。那我们怎么看他有没有反应啊？哎，那个，所以拍卖也要经过专门训练，他很辛苦。他拍卖真的是要做到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真的，他买的时候，他怕人家知道说他已经在买，喜欢这条鱼了。所以一般来讲是要出声音啊，要喊出来。对啊。因为他怕人家喊出来，他怕人家知道，他就没办法买到更便宜一点。所以他们比如说会点头啦，眨眼睛啦，啊，翘嘴巴啦，这个是所有的任何一个小动作都是表示说他有出价了。所以我们拍卖真的是要专业性的，要很非常的辛苦。其实这都是一件很有趣的现象。对对对对 对, 对。前镇渔港的渔民将全世界珍贵的海产行销到台湾各地，在他们每一位冒着汗珠的脸庞上呢，我看到了台湾的渔民勤奋打拼的精神。台湾渔民真赞！前镇渔港是台湾重要的远洋渔业中心，每年渔业产值高达新台币300多亿元，台湾大部分的远洋渔船都在此卸货。从港区内停满了尾钓、游钓及大型围网等远洋渔船，就可以看出啊，前镇渔港在台湾远洋渔业发展上的重要性哦。前镇渔港的远洋渔船足迹遍布五大洋，一年四季都有特色的渔获。每年当秋风吹起的时候，正是秋刀鱼盛产的季节。今天咪酱就要带大家来到前镇渔港，看看那捕捞秋刀鱼的远洋渔船入港卸货的盛况喽。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高雄的前镇渔港，那这一位是蔡大哥，蔡大哥你好。哎，你好。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这一艘大船目前在进行卸货，对不对？是。那这边卸的都是秋刀鱼吗？没错，都是秋刀鱼啊。对，都是秋刀鱼。那这一艘船大概靠岸多久了？它这一艘船是昨天中午。昨天中午，我们刚刚在旁边看，其实卸货的时间已经有一点久了，对不对？是。他们这样卸大概要卸多久的时间？它这一艘船。船上大概有6-7万箱的秋刀鱼，大概卸货大概要3天左右。所以一天卸不完，然后都要这样子日以继夜这样子卸货吗？没有日以继夜，基本上就是8个小时，大概就是早上8点卸到下午5点吧。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这些秋刀鱼都经过装箱了。是没错，它在海上的时候抓起来，就在船上做规格的分类，然后装箱。冷冻，然后经过这些冷冻的处理之后，每一条鱼都是很新鲜的。哇，那待会可以上去参观一下，到底在远洋渔船上面的大船里面的冷冻设备究竟长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待会过去看看吗？当然可以啊。可以。哎，Mia现在带大家来到了这一
艘远洋渔船上，那这一位是船长许大哥，许大哥你好。哇，许大哥，我刚在下面啊，有看到你们就是在卸秋刀鱼渔获的情形。那我想请问，就是这些鱼啊，你们都是去哪一个海域捕捞的？哦，差不多每年啊，六月，我们到往北海道，哦，它的领海200海里以外，叫做。就是日本的北海道，等于是西北太平洋那个地方。哎，对对对，北太平洋这里。秋刀鱼它是不是类似那个水中的鲫鱼灯？哎，对对。是吗？对，是是，有一只棒子，哦啊，要弄网，哦网，哦啊下去哦，啊弄灯哦，啊一直带到网里面，啊在网再给它搅起来这样。所以这也算是棒寿网的一种吗？哎，对对。原来呀，秋刀鱼有强烈的趋光性，会在夜间追逐光源。聪明的渔民则是在船上装上强烈的灯光，将秋刀鱼吸引过来。哎呀，现在呢已经来到远洋渔船上下甲板作业区。那蔡大哥，后面好多渔工正在工作，非常的忙碌哦。哇，下面这个是冷冻库，对不对？啊，这里是冷冻的鱼仓。大概有零下35至40度左右，所以也算是非常低温哦。哎，非常的低温，非常的低温，它可以把鱼货保持得非常的新鲜。那是所有的鱼货都会就是内销到我们台湾来吗？不一定，因为现在依照历年来哈，大部分有些鱼货会回来台湾，但是现在外销到韩国啊，还是说中国。好，甚至有的直接外销到欧盟也是都有的。所以其实在海上就等于有那个转运站了，是不是？海上就开始做转运了吗？对对对，就是分送到其他的国家这样子。它会有很多的运班船来配合这些作业船的转载。好，然后看主要的货物要输出到哪里，它就到哪个地方去。主要分级，它基本上就以它的鱼体大小下去做筛选，所以我们在箱子上面会有一个规格的分类，就是像这样子，有没有？就会有分特大号啊，一号、二号、三号、四号这样。对。那我们看一下里面。哇，硬邦邦的秋刀鱼耶！怎么去分辨说秋刀鱼是新鲜的？我们看。主要当然是打开箱子，还是说在超市看到了一尾一尾的话，我们当然是看它的眼睛啊，还有它的下腹部，还有它的尾鳍啊，嘴巴，尤其它嘴巴它有一个黄色的一个色泽，好，这个很鲜黄的话，代表它是很新鲜的。当然就是基本上的眼睛吧，眼睛很明亮，那就是非常的新鲜。从运输船卸货的秋刀鱼，大部分会马上外销出去。如果秋刀鱼的产量过多，会运送到冷冻库去库存，以调节市场供需。不但可稳定供应美食料理，还可以作为远洋渔船的鱼饵哦。这些呢，来自西北太平洋美味的秋刀鱼，每年都为台湾创造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所以大家下次来到前镇渔港啊，请记得为这些辛苦的创造台湾渔业奇迹的渔民们用心的喝彩吧。秋刀鱼为洄游性鱼种，渔场主要是在北太平洋，秋季是秋刀鱼的盛产时节，也是产卵的季节，此时的鱼子丰厚，也是最美味，可以说是秋天海洋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哦。秋刀鱼必须经过一连串验证的把关，才能外销到国外。究竟秋刀鱼会经过哪些检验和认证呢？丽江，我现在就要去一探究竟啦！丽江现在呢，带大家来到了位在高雄市小港区的一间冷冻加工厂。那这一位呢，是非常美丽的吴富里，富里你好，你好，哇，听说
说这边的秋刀鱼啊，除了呢就是出口到我们亚洲国家之外，甚至还远到欧盟啊、乌克兰，甚至是俄罗斯这些比较远的国家。送到这边的秋刀鱼，你们会怎么去处理它？一般冷冻储存一定要储存在-25°C以下的冷冻仓储厂啊。那我们需要经过输出前，一定要经过很严格的检验认证。那我们公司，以我们公司为例，要输欧盟的公司一定要有欧盟 HACCP 的认证。那经由这两大认证之后，我们在每一批货要输出前，还需要送请检验局来帮我们做品质来源的确认，商品的官能检查，鲜度是否保存良好，那微生物甚至是寄生虫的检验之后，它才可以做输出的动作。米甲，现在检验人员正在做的是品温的检查以及官能的检查。在这初步的检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温度是不是合格。好，那品质在初步肉眼看起来是不是新鲜？怎么看呢？以目前下来看，其实它的冻结力是很强的。那眼睛这边也都是很雪亮的。所以只要靠刚刚他手上拿的那个仪器，是不是下去做检测，它就很明显可以看得出它的温度是不是合格的。所以他们现在是要把它带回去做，就是下一步的处理。现在的就是我们在一般的官能检查没有问题之后，它需要抽样带回去检验检的检验中心，再进一步深层的检查它的微生物寄生虫是否有符合我们要输出的标准。那等到这些程序都是完整没有问题之后，它才会核发一个卫生证明给我们做输出。因为有了完善的冷冻库储存以及严格的检验标准，让台湾秋刀鱼产品的竞争力大大提升，成功的销售到欧盟、韩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为台湾增加了可观的产业收入，成为台湾行销世界最重要的渔获之一。在看完了整个秋刀鱼的捕捞处理过程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大家一块来品尝秋刀鱼的美味啦。哇，吴副理，桌上这一些都是用秋刀鱼所做出来的创意料理，对不对？没错，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我觉得好特别哦。秋刀鱼不但含有 DHA EPA 不饱和脂肪酸的高营养价值之外，还可以做出很简单很容易的创意料理哦。比如说呢，在前面这一道是眼前这一道就是盐烤秋刀鱼，盐烤的。对，它只要经过盐静置10分钟，放进烤箱在5分钟10分钟出来就是一道料理。哇，好方便哦。是，那接下来勒这一道是这一道是一般人可能比较不经常看得到的，它是秋刀鱼的生鱼片。生鱼片，对对对对，它是日本人最经常食用的秋刀鱼料理。哇，我第一次听到原来秋刀鱼还可以做成生鱼片啊。没错。哇，那接下来这一道勒这一道这一道秋刀泡菜，就它是经由我们目前成功的行销到韩国之后match 出来的一个新菜色。因为其实韩国啊，他们那边最有名的就是泡菜嘛。是，没错。所以其实这个也是饮食习惯的融合，对不对？对对对对。那接下来中间这一道是秋刀鱼脆卷。脆卷，一般家庭主妇很容易取得的春卷皮，切下来的生鱼那个鱼片肉，加上一些简易的蔬菜，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把它卷起来之后用低温的火下去油炸，之后就是一道料理。这个我看起来像是蒲烧鳗嘞。对对对，它就是 idea 根据蒲烧鳗过来的。那因为鳗鱼的价值当然营养价值也很高，可是它的单价偏高，比较不是一般消费者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们就把它研发开发成蒲烧秋刀鱼。蒲烧秋刀鱼耶。那前面最后这一道菜是这一道也是日本人经常食用的所谓的干物煮秋刀鱼干露煮，其实它是用一种电煮的方式，很像妈妈我们经常看卤肉啊，但是其实它是一种像卤鱼的方式。你觉得比较建议我要吃的是什么？我想要可以先经由这个最简单的口味开始。这个是不是对盐烤秋刀鱼？它是最原味的。要不要加一些柠檬？可以。所以呢，它看起来啊，
这是非常的肥美。对呀、啊，它看起来肥美耶。好吃吗？哇哦，还不错，这个味道好特别哦，因为。它有，就是它有咸味，然后再搭柠檬啊。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在家里烤肉的时候啊，可能是我们没有去做一些处理，所以我们吃到的那个秋刀鱼通常好像苦味比较重，对不对？可是刚刚吃起来还好哎。但是秋刀鱼的苦味也是它的特色哦。如果大家有印象，一般秋刀鱼是没有在就是没有在杀肚的，所以它的内脏是不可以取出来的。我们比较建议就是这样食用，那它会有一点苦甘的感觉在我们的味觉当中，其实是很美味的，很特别的。其实秋刀鱼啊，它营养价值高在哪里？就是它除了刚刚有提到一些 DHA 那些之外呢，我知道它的鱼油很多，对，不饱和脂肪酸，非常的丰富，对不对？对，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它的这种吸收的程度不亚于一般民众知道的鲑鱼、鳕鱼、尾鱼，但这些都是比较高单价，所以秋刀鱼我们称它是真的是价美物廉之王啊。那接下来呢，我要吃这一道泡菜秋刀鱼。是，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吃泡菜的。现在都很泡菜的接受度非常的高。融合起来感觉也很match哦，因为泡菜吃起来它就是有点微微的微辣感，一点点，对，可是吃起来脆脆的，可是再加上那个鱼啊，它本身就是有那个纤维鲜甜度，然后再包覆整个泡菜的那种微辣的感觉，我觉得那个味道感觉像是综合在一起，很棒哎。对，没错，所以我们现在才很成功的行销到韩国。其实我觉得啊，你看哦，像这样这么多秋刀鱼的好滋味，应该要让我们更多的国人去享受到这样子的美味才对。对，真的。所以其实呢，现在秋冬的时节正是秋刀鱼盛产的季节，所以希望各位观众朋友有机会的话，来到前镇渔港呢，我们一定要来享受，然后品尝这样这么棒、这么好吃的秋刀鱼。原来秋刀鱼还可创造出这么多让大家惊艳的美味料理，光看了就让人口水直流。来自西北太平洋的美味果然是欧一西哦。每年秋冬之际，满载而归的远洋渔船开进了前镇渔港，带来了丰富又美味的秋刀鱼，滋养着国人的味蕾。欢迎大家趁着秋刀鱼盛产的季节来到前镇渔港，一块品尝秋刀鱼的美味。娱乐新世界，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大妹妹渔港，我们候选为治疗前上中的渔港，在这边看夕阳啊，非常的适合。这一个的六角鱼龙今年代表我们台湾得掉红点设计奖回来哈。这是乌鱼子，它颜色真的好漂亮哦。130公斤重的大冰块耶！的这个环境好漂亮哦。这边的湿地呢，是一个废水处理厂，经过它排放的废水。